贵人，贵人的贵啊，贵人显现，往往都是要在有德之后，不管是这个看病，对吧？不管是这个，你说哪里卡到，工作不顺是吧？家庭不和睦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德一养起来了，哎，那个灵魂人物可以让你立刻破解问题的，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冒一句话给你，你一听懂了，一做事情没了，所以这就是自助、人助、天助。哦，你自己不先意识到这里面问题很严重，哎呀，每一家都这样，没关系的啦。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意识到什么时候你会吃力呢？横祸发生的时候，来不及了。那个时候再讲，一切已去。所以你看到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，我们不讲法术，我们讲真理，因为真理才可以跟天地共振。讲法术，天在笑你。还在搞法术，嘿嘿嘿，什么年代来搞法术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真理一落实，一劳永逸，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？所以咯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你看提的问题是吧，两个都是在这个真理上面，哦，把它落实与否。好，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上次学员，哦，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学员吧，哦，我很快念一下。他说呢，他说昨晚呢，讲座会结束和超马家人聚餐后，走路回到酒店的时候，半路感觉到有人跟踪，心里一阵害怕，再走一阵子，左脚有感觉很重，难走。你鬼故事听多了，这时候怎么样？遇到鬼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是不是呢？我告诉你，也许可能，不确定。但是为什么平常走路很轻松，夜路一走你觉得很沉重，是吧？阳气不够，是不是？阳气不够怎么办呢？晒太阳，晒太阳也要内外相应的。外面已经炭的烤焦了，里面还没有正气，那不是白晒了吗？是不是？